痛，幺五号临终丸。这头赛牛在白口打四牙的时候获得过第四名。他的对手155，这一招是不是很眼熟啊？狮王的大招就是这一招了。哦，非常完全不简单。我们的神霸天啊，真的名不虚传。这一招是不是算狮王的？狮王的大招啊，对方东方老在线江湖，从那边也获得了作为颁发的东方神偷锦旗一面，也是至今为止我第一次见到熊霸天能够把对方直接磕翻倒地。小碰幺五号林中丸，这头赛牛在白口打四牙的时候获得过第四名。他的对手155，这一招是不是很眼熟啊？狮王的大招就是这一招了。哦，非常完全不简单。